我是胡祖威，全新一季的爱玩客将带给你不同以往的开箱体验。这个船包下来，一个人只要3000多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厉害，等3个月我愿意。不只要玩船艺中心，我还要去入住。夜游船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天哪，走到这里超美的，解锁你不知道的全新景点，品尝最在地、最新奇的美味食物。台湾永远有你意想不到的新体验。哇！上场的打穿了三垒防线，形成安打。胡祖威真的是猛打赏，而且他每一次打击基本上都瞄准了尹乐那个方向来去攻击。这一球穿越，再见安打，比赛结束。那红队呢是以11-1提前在4局结束打败了蓝队。大来宾义正帮我们宣布 MVP 得奖的是胡祖威。第四棒，现在蓝队的田一宁与红队的胡祖威已经就位了。学家，喂，加油！手不要开哦。预备。第四棒两位选手起跑，胡祖威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。快快去，马哥第一个过去。我田一宁呢是练习非常勤劳的，踢到了篮架。胡祖威是率先通过了终点。这也是红队哦，四棒下来，唯一呢领先蓝队的，不过差距到5秒38，可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我觉得有点跳太高，我刚刚撞到一下，好像有点慢了一下。我怎么会撞到？我就问墙了，怎么会撞到？觉得我的节奏跟练习一样，不用太大，不用怕，就稳稳把它跨过去。小刚还好，小刚还好，棒哦，棒哦！不是你想爆是不是？第四组女子组选手蓝队田一宁成绩12秒72，红队选手胡祖威成绩11秒56。目前还是一局的下半呢，红队的进攻一出局，二垒跑者已经取得3-0的领先了。打击轮回到的是第二轮的第一棒啊，胡祖威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而今天这个球没有拦下来，一球的抢手。本来二垒的跑者上到了3垒，胡祖威也抵达了一垒垒包。打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胡世安呢。哇！这一球穿越安打，非常强劲，送回了林思雨。那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三棒的邱胜宇。打棒球是有一个禁忌的，不能够吃莲雾啊，或连连失误啊。Save！王子跑出了内安打，轻轻的一点，点上了一垒。满垒哦，一二三垒都有人。徐某志，做打击也是非常的强劲。一个跑者回来，第二个跑者也回来得分。这个半局啊，打的是11个轮次，攻下了6分。目前一局打完6-0领先。现在打击的轮到了是我们第一棒的胡祖威。好球！好球！哎，一垒垒包，不过三垒跑者回来得分。胡祖威虽然自己被刺杀，但是有一个一分的打点，现在是2出局。2出局，剩下3垒有跑者，打球轮到是胡世安。胡世安这个球也是一个强袭安打，王品豪没有能够接下来，3垒跑者回来得分，胡世安抵达2垒。胡世安啊，瓜之子，也是今天在五人制棒球赛啊，也是猛打赏了，表现得非常亮眼。3局打完，红队已经是10-0领先了。这局完如果一定要得分，对啊，就被扣豆了。对，哦，加油。一局上半啊，蓝队1-109分落后，目前2出局一二垒有跑者，打击区上的是第四棒，又把先发的林颖乐给换了上来，他又再上场。哇呀，结果这个挥棒落空啊！
自爆出局，没有办法再把攻势串联下去。我在四局的上半啊，靠着王品浩自己打出安打，自己两次超积极的跑垒攻下了续命的一分，维持住尊严的一分，所以四局上半打完，蓝队是1-19分落后。四局下半，红队只要得到一分，超前对手，领先对手10分的话，比赛还是要提前结束啊。四局的下半，红队是从第一棒的胡祖威开始打。哇！一上场就打上了三垒防线，形成了安打。胡祖威真的是猛打赏，而且他每一次打击基本上都瞄准了一个那个方向来去攻击。不是安打同样方向啊，几乎是复制贴上策略性啊。他们的策略真的做得非常的好。稳稳的，来个背号。11-1提前在四局结束打败了蓝队，红队拿下了五人制棒球赛的胜利。今天的四场比赛都已经顺利的结束了，来到我们大来宾最紧张的环节了。义正，你已经准备好你心目中的名单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请公布入围的有王品浩。王品浩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各个方面都还不错，尤其是在那个投篮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延长赛的时候，强心脏，对不对？对，延长赛投中冠军。对，其实还有五人制棒球，其实非常聪明的跑垒，对对，得到了那一分，哎，没错，还有入围的吗？名单吗？胡祖威。胡祖威，讲一下为什么会有祖威呢？他在所有的表现都还不错，都有达到我觉得不错的标准值里面。五人制棒球，他而且他我觉得不容易可以跟男生这样下去拼斗，而且他的观念还不错。大来宾义正帮我们宣布 MVP 得奖的是胡祖威。我觉得我就是稳稳的上场，然后让大家心安的角色，所以我今天拿到这个奖项，我其实蛮惊讶的，然后也真的很谢谢队友每一个都每一场比赛都超了，给我很大的信心。